之路，山长地远，多保重。所以说我们家世子真的没救了吗？你是魏郎的亲娘子，我没事儿，就受了点小伤，已经不疼了。哎，别乱动，小心伤口。那个福曼，他已经和赵冲确认了你的身份，可他今天演的这出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应该是京城有人给他透了消息，城西区这么大的案子，绝不可能是赵冲和李帝两个人可以做到的。真没想到子父竟是这样的人，也不知道我阿紫怎么样了。放心，朕要有什么事儿啊，周玉只会帮忙的。对了，眼下我们刚和赵冲合作上，之后绝不可离开我们。好。漠北之路，山长地远，多保重。所以说我们家世子真的没救了吗？唉，世子与我有恩，如若能救，我怎能不尽全力去救啊。九老，世子为何不告诉他你已经中毒了？既如此，又何必让他心疼？那他给您的这封信由你处置，怎样都好，但唯独不准烧。既已踏上黄泉路，又何必要这摧心肝的折磨？因孽缘而生情，那又为何会分离？怎么又会是这样的结局？